今天教大家一个系统训练里二级训练里面的一个高杆走位线路，在打进十号球右边中袋之后，白球吃三库，可以来叫到八号球的右边底袋。先要判断白球和目标球的角度，这个角度在30度左右。如果我们用低杆去打的话呢，白球是没有办法直接停到这个范围的，肯定会撞到八号球。这个线路呢，大家只要是打出高杆就可以。难点呢是在于这个球要控制好力度，让白球三库之后呢刚好能弹起来一点。在打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观察白球的吃库线路，方便于以后呢我们在用多库走位的时候呢去根据这个线路来变化。